于是啦，几天上这日节，那时先知该下该佛以道的子孙撒加利亚，奉以色列上帝的名上犹太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前率前面的话，你以是撒帖的儿子，撒罗巴巴和约撒塔的儿子耶稣啊，都是来通宵跟随耶路撒冷上帝的天，要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心。当时候是的中都塔内和斯塔波市内，偏移他们的同众来问，谁讲怎样你们跟随这天，修行这天啊这场呢？是我们偏告诉他们跟随这天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上帝的人类看顾犹大的长老以及众多等，没有叫他们前功，直到这时受过大礼物啊，得着他的肥意。六，何时的众多？塔内佛斯塔博士乃偏他们的同党，就是出何时的阿伯撒迦人，上半朝个大利布王切半上下错述，因大利布王主持平安，不忘盖指通我们望摇大神祈祷了，知大上帝的天，这天是用太石头建造的梁木插入茶墙内。工作心术，他们笑哈轻松，叫我们敲门那些长老说：谁讲怎样你们跟随这天修行这场呢？十，要问他们的名师，要记录他们的销量的名，照个预望。十一，他们回答说：我们喺在天上之上的的仆人从跟前多人所跟随的天，就是以色列的预备大君王跟随修行的。十三節，因我們列祖也聽上帝上帝發怒，上帝把他們交差加勒地巴比倫人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，他就拆毀這天，要將百姓掳到巴比倫。十三，然而巴比倫王顧念人人，他剛紀念盡建造上帝的這天。十四，上帝天中的金銀器皿，就是你不敢你杀穷耶路撒冷的天中列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孤列王，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别圣中的名叫撒巴撒。十五，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天中，在人处建立上帝的天。十六，意思这撒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上帝天的根基，这天从那时直到如今每初晨。十七，现在王若以秘密向察巴比伦王的父库看高烈王公子，仍然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天，没有王的心意如何向公子受益我们。